体内的器官出状况，有时候会反映在外表。有一个40岁的男性，他不抽烟，他喘好几个月了。就医时，医生发现他的十只手指头出现了杵状指，要当心可能是心肺疾病，甚至是癌症的警讯。手指头呈现弧形隆起，看起来像骨锤。这名患者才40岁，求诊的时候医师发现患者的十只手指头全部出现杵状指，又叫柱状指。手指的骨头呢、骨末呢的这增生啊，增生之后呢往外推呢，看起来就像棒锤一样，然后就叫做杵状指。那为什么莫名其妙会增生呢？其实很多的原因是背后是一个肺部的疾病。胸腔内科医师苏一峰脸书po文提醒，这名患者手指是明显的柱状指，成千上万颗肺结节，帮患者照胸部 X 光可以看到满天星肺结节。个案完全没有抽烟，最近喘了好几个月，诊断后是肺结核。柱状指呢，其实提醒你说，你可能有某种肺部疾病或者是心肺疾病，你应该要早点去就医去解决。那这肺部疾病有的比较严重的，像肺癌，那或者是慢性的肺阻塞啦，或者是一些肺部的发炎的，也有可能会变杵状指。如果出现杵状指这样的警讯，要特别小心，也就是手指或脚趾末节出现杵状膨大的畸形现象，可能会出现心肺相关的疾病，造成身体缺氧，或是有消化系统疾病，甚至某些癌症患者身上也会出现。医师提醒，看到出现杵状指，记得就医检查，厘清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